搜救的状况。今天早上我从我们自由西西过来，目前还没有搜寻到海面上有油渍或者飞机的残骸。那么我跟总长商量以后，已经把海流的方向重新计算，再重新规划一个搜救的区域。希望在全民的祝福之下，何志宇上尉能够生还归队。部长先请教一下，就是到目前为止搜救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的救生衣上面的求生的讯号？今天早上我在搜救中心呢，他们昨天有告诉我，中午的时候曾经在彭佳屿附近有征收到断续的求救讯号，因此我们今天早上也发布了新闻，马副总长他马上就调遣兵力到彭佳屿附近去搜寻，非常可惜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结果可以报告。部长，那就是因为就是有些传闻，就是他当初在就是何志宇他在荒野消失之前，就是他有发似乎有发生就是机械故障的一些讯息，这样的事情。我个人没有听说过。昨天，空军张副司令有开一个记者会，我想已经对大家很明确的答复了。好。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，其实那是架飞机，当时东北的状况有没有一些？现在不好意思。哦，都没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